个人的 NFT 正式开卖，那目前在预购，那目前预购大概一张在28000块，那今天已经涨到29000多块，破30000，那在12月31号会大概会到37000上下，那所以说还没跟上的朋友可能就是要尽快，因为目前大概已经卖了八成，那我们卖 NFT 里面我们会取部分的盈余来做公益，投注在帮助在社会上的弱势。其实我不下车的原因很简单，因为我不希望造成社会负担跟防疫的破口，而且连千亿他也说了他不会到，那我下车就没有任何意义了。我今天有个去浪费社会资源，凭空做龙，对不啊？还有什么意义？连千亿听长辈的话，放鸟孤儿，行踪曝光，兴风作浪又干嘛 ？Bring me out. Can you introduce me as Joker? 我应该在车里，不应该在车里。5月5号下午6点，请支援输赢。库拉皮卡还在船上，勾二的人还在车上，来人赶紧护驾！是勾二帮车主捍卫队玄武。我先回应一下，就是你们一直在说，勾二你干嘛赴约？勾二连千亿都不到，你干嘛去？勾二你在社会之乱啊，勾二你是社会乱源啊！请问一下，你们留这些言对社会有什么帮助吗？再来，浪费警力的不是我哎，今天会造成社会轰动的不是我哎，为什么会变成社会舆论关注？不是我买的新闻欸，我没有说我要合伙，我也没有说我要以盈利为目的。他们现在这样断章取义，然后说，勾二你犯法，欸，我什么都还没做欸，真的是层次不同，没法沟通欸，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。你不要罔顾社会责任，你不要说错做错，你不要欺骗社会大众，我就不会出来踢爆你。5号深夜晒出声明书，表示 NFT 受害者已经向连千亿提出了刑事告诉。巨头一手屁孩已经帮你们开了一条路，正义顶多会迟到，可是永远不会缺席。Butter 这水很深，之后帮主会在影片跟大家说明的。而至于连千亿连请勾二吃汉堡的心情都没有了。刚都有看到我到三重去啊，去做爱心公益。我们今天谈的就是来第一个公益。第二个就是生意，光单北威，平风作浪要创啥？兴风作浪要创啥？今仔日这时段的恭贺啊，就是打住的麦克讲啊。啊，今仔日有个去浪费社会资源，平风作浪，对不啊？靠有啥物意义？多说无益啊，你懂吗？多行不义必自毙，蹭热度不是这样蹭的嘛？从4月30号我已经说过了，我们不要再回应这些问题。你请威刚追歌王。水果王，对不啦？因大家伫遐拼拼叫，不要一意孤行，好不好？查甫囝要能屈能伸，规规矩矩，就像黑哥讲的一样，勇敢这两个字，勇于低头的人，他并不是懦夫呢。我不敢说我连千亿今天我在当时展现的是叫做有气度、大气、有度量，那个都不是。今天你走行一挂。昏昏了了，这块本来的应该爱戴社会戴酒，跟社会大众，包括跟这个我们的一些粉丝包括来这些警戒的长官，我们第一个先跟大家致歉。NFT 走到这个法律的阶段呢，已经让法院去处理了，能够了解吗？好不好？请问你有买吗？今天你是检察官，还是今天你是什么人？恭喜你心中的欠。